903广播剧《欧阳自强》第286集《我怎会如此》。要留住一个人，首先要留住他的胃，前提是你要懂得煮嘢食。原本我都觉得我呢啲净系识整鸡翼红肠粥嘅女人，又点会可以同阿生斗啊？不过琴晚嗰个奇怪嘅梦激发咗我，同埋今朝翻工呢个景象令我知道，司徒志强喺瑞士欧阳 number one 嘅擂台上面，你遇到劲敌啦！喂，点整啫？喂，唔好冲咖啡住，讲埋先啦。我做错乜嘢啊？哇，连咖啡都唔饮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嗱，个问题就系点解会用面粉呢？喂呀，用生粉都得噶啦嘛。喂呀，你好啦吓，喂，唔好唔准再笑啊。喂呀，咁即系点整啫？哎呀，你而家转得咁急，我点教你啊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嗱，首先咧要有茄膏。不可以用茄汁的，因为汁味就会太甜了，你要用茄膏，这样才会带到那种香味就会。志强，志强姐，做什么啊？你两个在这里偷情啊？喂，你无啦啦做什么走过来 pantry 啊？浸水咯，开会啊，拎晒宝咁嘅你哋。哦。是啊是啊，跟阿生咧讲紧之后嗰啲 project 应该点样跟啊嘛。系啦系啦。咪住，你两个件衫系系咪好似啊？系我上网咧同欧阳姐一起偷翻嚟噶，系嘛？估唔到咧啲料又几好。系啊，哇，玩到情侣衫添啦。系啊，边系情侣啦？呢啲叫做闺蜜装。哎呀呀啊，志强姐。今天我哋带咗饭啊，你会唔会想一起吃啊？系阿生喺屋企整完带翻嚟噶。哇，阿生都好得闲喎，又煮餸又闺蜜装。贱姐呢排冇俾 job 阿生咩？使唔使过嚟 production 呢边啊？阿生。阿生整嘢食咧，其实好辛苦噶，晚晚收工都整。哎呀，傻啦傻啦，边辛苦啫？欧阳姐，讲真，你辛苦啲。欧阳辛苦，佢嘅意思系咧，我成日要食到好真系好饱咁样，好辛苦嘅。喂，点啫点啫，食唔食啊？唔使啦，有时住家饭食得多咧，都会想出去食下嘅。哎呀，出面啲嘢唔健康噶，好有默契喎。唔啦，我今日想食啲唔健康嘅嘢啊。例如是周记焗猪啊，嗰啲炸嘢啊，嗰啲咯。啊，志强姐，听讲你真系好中意食焗猪喎。啊，我哋今日都有啊。吓、啊，有好多唔同嘅餸，我哋可以一齐食噶。咁你哋两个一 pair 啊嘛，我费事装啦，我搵翻我另一半咯。食得开心啲啦。哦。爱爱于此。无言与你分别。头先嗰下扮闷，我承认其实我只不过系善手而唔系有心。不过都好，起码退场有翻个气势。欧阳听到呢下扮闷声，或者会谂究竟我系懵啲咩呢？讲真嗰句，欧阳同阿生咁样细声讲大声笑，我条气系有啲唔顺。所以先串咗阿生两句，而家就算硬住头皮，我都要去周记度买个焗猪透视。怎么努力留恋，仍需行到此？怎么美丽回忆，仍然未抹掉？只得我停留这里，但你却已飞走了。怎么努力回想？何须行到此？怎么错误携手？如今未重要，只需记住这一日，学会苏醒要笑。第286集，我怎会如此？欧阳玲是欧阳，司徒志强是志强 ，Winnie 是阿山。要留住个人，先要留住个胃。原来呢句说话唔净止用喺情侣身上，仲可以用喺朋友身上。
上嚟我嘅 Facebook page 欧阳宁酷欧阳，同我分享一下你为朋友煮过嘅一道菜啊！还能怎么过日子？谁能天天如戒指？原来有去只可证实人太善变。怎么努力留恋，仍需行到此？怎么美丽回忆仍然未抹掉？只得我停留这里，但你却已飞走了。怎么努力回想，何须行到此？怎么错误携手，如今未重要？只需记住这一日，学会苏醒要笑。Oh, oh, oh, 怎么努力留恋，仍需行到此？怎么美丽回忆仍然未抹掉？只想我能忘记你，浪费了我的心跳。怎么努力回想，何须行到此？怎么错误携手，如今未重要。只需记住这一日，学会苏醒要笑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